15。哎、欸，我不要钱了。啊？我不要钱，下次再付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一共也没有钱，我就走了。先生，啊？你没有钱，我不要烦你。你不付钱，我要帮你出钱呢。先生，你没有钱，你，请你付费好吗？怎么会没有钱？出门怎么可能没有钱？先生。先生，这样我要报警哦。先生，付钱好吗？他刚多少钱？75。你没有钱，你上车就知道你没有钱的啦，怎么会来坐车？